说想要完美演绎一首歌曲，记住歌词非常重要。那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和歌词有关，请来领取用卡。有你们两个在，我记不住词。我们这一趴叫我不爱记歌词。哎，那说的就是我。每组一名成员听写歌词，另外两名成员坐在倒影上。 回答错误字数最多的一组落水，最终积分多的队伍获胜。就是控出一句嘛，歌词嘛，谁把这歌词填写的字数越多，谁就赢嘛。是的，是的。这等会儿会不会掉水里头？洗浴队，魔子船呢？没贴我吧？没贴呀？没有，没有。 嘿嘿嘿嘿嘿！我刚刚感觉到这是谁贴了一下。 你是你贴的，为啥是我呀？就是你，来吧，咱们都跟他有个安全距离。<笑>那我们开始了啊！我压力好大，请出第一首歌。阴谋，计谋的谋，阴谋阳谋，用阴谋阳谋明说。 完了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完了。你最后一个字是错的，他最后一个字是摸，不是谋。谋吧，要不然他阴谋阳谋。快快快，赶紧，他们要……不是，我看你，但最后一个字不确定是谋还是摸。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。全对吗？全对。 暗夺，暗夺，哦！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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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出汗了。哇，这有点紧张的这个，不是我，我都有点紧张。会按错的，手一抖就别做好了。我们上海之前你告诉我没事行吗？看我走了，我真的慌。啊 哎呦，不行，太紧张了！哇！我的发型挨住了，没有发型了，已经。你知道吗？猴子吗？王苏泷偶像包袱，180斤。哎，请出歌。 我赤脚不害怕，可以再放一次吗？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扰乱我，扰乱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，稳稳的，这会儿。体谅题吧。哦，都对了，都对，哎。 太简单了，而且放太多遍了，只放一遍。导演，哎，有人说太简单了，他们在质疑。导演，我觉得你们很棒，但是有一点点小毛病，就是你们放太多遍了，你们可能是太忙了。各位导演，不是对导演组放音响的那老师呢？<笑>我真的不是针对某个人，我是说你们全组。来，上歌。 优雅的漫步绿电的草坪，人鱼在时刻墙壁弹奏的抒情。
么东西？小朋友，小朋友们好，我好大啊！老师，这回可能得再放一遍。我太年轻了。老师，刚才吧，我们队确实说的不对。谢谢老师。还带这样的呢。用拉丁诗的秘密，用拉丁诗，优雅。约会不丁。哎呀，下就下吧，来吧，挺热的。我们这字儿凑的，我听到了一些字儿。对，中间有什么我你，然后后面有句拉丁诗的黎明。啊，拉丁诗黎明。也会笃定优雅的定颜色，你看你也会唱下去，唱不下去，就是也会笃定优雅的定义，反正大概齐了。乐坛的舒淇也会不停拥抱，用拉丁诗的秘密。咱可能错了，人都有拉丁诗的秘密，拉丁诗。接下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。啊，我们对了后面这几个字。拉丁诗的黎明。可以稳了。哎，别改，大林子。哎，我那意思告诉大家，我对了一个的。你只对了一个的，是的。好，来准备。哎，来吧，憋口气。有点慌了，这个有点慌。肯定慌，它是有一定高度的。没事，你下去你就知道很简单。坤坤，没事了，真的。没事。It's okay. 现在只剩蓝队了，蓝队加油！现在就剩蓝队没下去了啊！还有几题，导演？还有几题？还有好多题、啊、这直到我们下去之后就没有了，你猜对了，是吧？来，请出歌。可以。哇，完蛋！就不会啊。这蛋糕，这回蓝队总该轮到你们了吧？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？我一个字进去没听出来吗？蛋糕，哎，简单的。不是简单的，是蛋糕啊，蛋糕啊！怎么？我今天，他是周深告诉我的。不是，不是，蛋糕，鸡蛋糕是鸡蛋糕，简单的鸡蛋糕，怎么变鸡蛋糕了？我觉得是，这题绝对稳了，别再下去了啊！这题绝对不会下去。这题如果我们输，我就从这六个一个下去一次，下去六次。如果这题我们输，我也六个下去一次。揭晓答案，看那边，中老年还在那商量呢。写个是不是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就算输了，再写个安慕希也没事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蛋糕的什么什么嘴角，然后后面写了个安慕希。不是，这安慕希是怎么回事？吃蛋糕配安慕希。对啊，留在了嘴角上。对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求生欲。满满的求生欲。鸡蛋糕和你嘴角过江，我都想要尝。鸡蛋糕和你嘴角过江，我都想要尝。还鸡蛋糕吗？是鸡蛋糕吗？完了，可以走了。那这一组要接受惩罚的是蓝队，终于到蓝队了，手放膝盖，放松，请注意安全。很紧张啊，我的天哪！五号，别害怕，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等了。
手放膝盖，放松放松，请注意安全。很紧张啊，我的天哪，吴昊别害怕，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等了，加油。天哪，哇，好可怕，看到了两个巨人。下一题是抢答题，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桂林本地的说唱爱好者和 B-box 达人为大家出题。郭老师好，郭老师好。他们会用说唱的方式念歌词，三队抢答，谁答对了，其他两组倒下去，率先答对歌名的人获胜。答歌名啊？行，不是这样，我们一会儿该崩我的时候，我再坐这儿来，行不行？我现在坐这儿有点害怕。可以，真的不吓人，不吓人，不吓人，我保护你，好吧？你保护我，我保护你。他一弹，我就给你踩住了。那行，他一弹我就下来。请出第一首歌。哎哎，剪一段时光缓慢的流淌，流进了月色，总微微荡漾，总微微荡漾。荷塘月色。凤凰传奇的，凤凰传奇。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。哇，周深好强啊！哎呀。玲玲要下水了，玲玲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体验。没事没事，体验，别怕别怕，关键想出来，没那么吓人。我玲玲你可以的，来。麒麟，完事儿了，麒麟。别上了，别上了，他上了。不是，关键我也回答上来了，凯哥手没有你们快。真听出来了？我听出来了，我跟着我拍《荷塘月》，《荷塘月色》。流进了月色，总微微荡漾。《荷塘月色》。凤凰传奇的。让你们那儿已经说了。